天文台在夜晚8:20改发3号强风信号，热带风暴贝碧嘉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4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是18公里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到海南岛一带。天文台说贝碧嘉会在明早最近香港，预计改发更高的信号机会不大。嗱，而家我哋同喺西灣河嘅李君啊傾下啦，出面風勢大唔大啊？係啊，劉俊安，咁我哋喺西灣河咧都留意到咧，風勢係不斷增強緊嘅。咁但係講到天氣變化咧，就相對飄忽一啲啦。咁一時就會落驟雨啦，一時又會係吹翻啲暖風咁樣。不過我哋同呢度啲市民傾過，佢都話今晚開始咧會做足一啲預防措施啊。貝碧嘉逼近，入夜後風勢明顯增強。西灣河夜晚落起大雨，大風又大雨。拎住遮噶都要折返，闩好啲窗啊，就少啲出街啦，冇咁大风。风吹都过一局啊，啲热风嚟，全部都。天文台预计贝碧嘉星期六朝早最接近香港。根据现时嘅预测路径咧，贝碧嘉将会喺听朝早系最接近香港，并且喺香港嘅西南约300公里左右咧掠过噶。因為貝碧嘉咧都只不過係一個熱帶風暴，唔算係一個好強嘅系統，預料掛更高風球嘅機會咧就係好細嘅。天文台又預計週末會有狂風驟雨。咁啊，講起風勢，天文台亦都話啦，喺挨晚時分咧錄到部分地區咧係有強風或者以上嘅風速噶，好似係昂坪啊、大老山咁樣。咁我哋提醒市民啦，今晚開始要做足防風防雨嘅措施啊。我喺度報道係咁多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